欢迎收看大时代，我是阿恒。今天是3月15号，礼拜三。好，今天台股是小涨哦，这个收盘是小涨27点。好，那盘中一度大涨了哈，涨了160几点了哈。那你说老师啊，昨天跌200点哦，杀尾盘啊，今天涨27点，还是杀尾盘哦？那个状况不太一样了。哦，状况不太一样啊。当然，你说老师，那昨天美股涨了300多点哦，哦，那甚至费城半导体涨了3%哦。那今天台积电没大涨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就像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讲说什么，现在啦，哈，舆论啦，哈，你像立法院就有人在质询嘛，质询我们的小骑士，哈，说。那个美国人啊，怎么样？好，就是以美论，啊，另外一边是亲美嘛，哦，塔利班这边一定是亲美的，就是美国人说什么，我们就这边就什么嘛，对不对？买什么武器就什么武器，哦，买布雷车就买布雷车，哦，啊，买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用不到的武器，他就是叫我们买，哦，那到底可不可以质疑美国人？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议题啊，好，那我们念书也没有学到什么很高深的学问啊，我们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嘛，对不对？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你要提出质问嘛，对不对？很多东西就是辩证嘛，好，那你说导师，那这个盘你怎么看？是看多还看空？我觉得说短线上是还没有完全走空啊，但是你说老师，那美股那边，哦，几天的交易时间，道琼又跌了1000多点，对不对？1200多点，哦，那怎么看？如果这个问题啦，哈，SVB 的那个问题结束之后，现在就是看下个礼拜联准会他怎么做嘛。联准会如果维持继续升息，那就没问题嘛。那联准会如果甚至反过来降息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出大问题了。哦，我怀疑甚至是出大问题了。你像昨天哦，这两天我看到是越南央行闪电降息4码，哎，全世界现在央行都还准备要升息，甚至明天晚上欧洲央行还准备升息2码，居然有人撑不住了。那个国家叫做越南，我跟你讲哦，就是因为已经烂到一个程度了，救不起来了，才在降息哦。哦，所以。不要很多事情都看表面了，哦，我当然是质疑美国人呐，啊，哦，我是比较站在这个高金素梅这个角度来看事情，啊，不然那个美国前国务卿那个什么赫伯莱恩为什么讲说，万一台湾有怎么样的话，他们美国人会先炸了台积电，这个言论早就有了，你懂为什么？这个言论不是日本的学者或是美国他们自己当地的学者都有这种看法，已经很多人提出来了。那如果台积电被炸了，你怎么看？所以今天台积电不会涨，是因为这样吗？这个言论其实好几年前就有了呢。可是重点是，昨天费城半导体涨了3%，台积电今天居然只有涨1块。那这个盘还要看多吗？这你就要去讨论，你就要去想，哎，那这样子，我还需要去每天去存股台积电吗？对不对？当然了，大陆如果来收复我们的话，哈，那基本上新台币也没有用了。如果说你是这种看法的话，也是对的。那你要去想，那它基本上会有这么大的问题。那你是第一天才知道吗？还是说再看看？就像我侧标给你写长荣，给你打2个问号。我知道啊，我知道去年赚很多钱啊，也公布了啊，对不对？我估算的完全没有错。那又怎么样？我去年年底就卖掉了，我到现在我也不买单啊。他今天就算给我公布。说他赔70块，我也不买单啊。为什么？我没有买单啊，甚至我的教会员不要动，看戏就好了。
为什么？问题解决了吗？航运的货运价格开始上来了吗？哎、欸，它不是散装哎、欸，散装已经连续涨了16天、17天，对不对？它不是散装哎、欸，我讲的是货柜呢。所以你要搞清楚状况，不要把它所有东西混为一谈。好，混为一谈嘛。台湾已经这么久没有打仗了，你觉得我们这一代可以打仗吗？你觉得台湾这个现况可以打仗吗？可以像乌克兰这样子焦土战吗？城市战吗？巷战吗？可以吗？可以撑多久？我不了解、啊，我不了解啦哈，你们都了解，对不对？让你选，你愿意选哪边嘛？是战还是和？就是让你选嘛。这盘就是在这里啊。这盘到底是多还是空？你是选择战还是和？甚至投降？你看啊、哦，这个开红盘，农历开红盘之后，1月30号这样子，到现在其实是回到原点呢，根本其实是没有动。你要看很好吗？那你说老师，那道琼都已经崩盘掉了，我们这个算超强，没有错嘛？我们现在是超强，那之后会不会变超弱也不一定啊。你了解意思哦？所以你要搞清楚状况哦。你像今天长荣啊，所有盘中哦，我在看那些所有老师都在那边讲说，哎呀，这个哦怎么样怎么样？好，那请问一下，最后结局是什么？开高走低嘛，对不对？179变成收盘167嘛，那你要去看啊，去年是不是真的赚这么多钱？3342亿税后哦，每股 EPS 以新的股本下去算是158块，哎、欸，可以跟大力光拼了呢。啊，他配70块而已啊，配很多吗？哎、欸，40几%而已啊，其实也没有配很多啊。可是你要去算哦，他这个已经减资60%掉啊。所以你要去看了，减资60%掉之后，其实它配70块，等于是去年原本的股本的话是配28块，那呢在前一年是配18块，等于是今年配28块嘛。那表面上你听起来，哎，那还不错啊，18变28嘛，对不对？我指的是你把减资的部分扣回去嘛。那你就要去算划不划得来，对不对？那毕竟你要跟他除权除息的话，也是7、8月以后的事情了、啊。哎，股东会还没开耶，好，所以你就不要急着去买单嘛。今天就很多人去买单了、啊，很多人去冲啊。那这一波有没有弹？也是有啊，也是弹了20几块、30块嘛。他也是弹了快30块嘛。那回档一下合不合理？你先以回档来看，这样就好了。啊，我个人认为啦，哈，他今天最大的败笔就是那个他减资的那个最高价，就186，186其实一开盘要看到了，他居然没有看到，也没有攻去涨停板哦，我觉得就 low 掉了，弱掉了，哦，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啦？我是说这个盘，这只股票的话，短线啦，哈。短线甚至波段来讲，我都觉得它弱掉了，好，都觉得它弱掉了，好，我没有啦，所以我们就是点到为止，这样就好。那你怎么看？其实也不重要，反正财报就在那边嘛，对不对？配息就是在那边嘛。那运价有没有上来？其实你自己都知道。好，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就不多讲，因为我们也不想给你唱衰什么，有的没有的。那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这个时候下去那个。好，那如果说你相信我的话，你就觉得说，哎、欸，那不对啊。那如果配70块的话，那万一之后没有填全息，那我这个息要去缴税啊。嘿、欸，你要去算这个问题哦。哦，你要去算这个问题。我本来就是估大概是配65块啊，事实上它现在出来是70块，但是我觉得它绝对比什么好？它绝对比万海好，万海只配5块。啊，你了解意思不？哦。啊、我如果是法人的话，我一定是我宁可去做多同一笔资金，我 同,
同样的话，我会分两波嘛，我会去做多长龙，然后同一笔钱去放空万海，就做套利就好了。万一我看错，我起码有一个地方会对啊。哦，那你自己要看清楚了哈。那今天国统是还是跌，好、哦、还是跌？那跌到我有点觉得头皮发麻。哦，那应该蛮多投资朋友对我还蛮有意见的。那反正我们就是滑稽走啦，哈、哦，干完休啦，哈、哦。那就是很多人对我们有意见，那没关系啊，反正就是我只是想问说啊，南部下大雨了吗？听说哈、哦，那个苗栗哈、哦，主要的三个水库啊，那个水库的那个存量啊，哦、水的存量啊，都不到50%。好、哦，苗栗县长现在很害怕。然后呢，桃园呢？桃园现在是张善政在管，张善政也开始说，哎，这个都不下雨哈、哦，开始会有用水的问题，所以开始准备要开始调节哦，他们桃园区的用水。好、哦，那其他我不知道啦，因为高雄一直说他没有缺水啦，哈、哦，啊，台南也说他好像也不缺水，反正有口水嘛，对不对？那。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只知道好像听说不知道哪个水库那个存量只有10%-20%而已、哦、不知道是曾文还是哪一家、哦、反正就是很惨、哦、那到时候我们就来看、哦啊、到底是南部突然下大雨了呢，还是说突然来一个台风呢、啊、我都不知道、哦、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说、欸、最近股价表现不是很好、哦、最近股价因为这样上去以后、哦，很多人怨恨我们，好，怨恨我们，那就现在就跌下来，好，那跌下来的话，我就是觉得说这边这两三天只要不破底啊，好，稍微守一下，好，守一下应该还是很有机会的，好，应该还是很有机会，我没有必要急着去杀啦，因为有这种股票哈，我等于是替会员买一个保险，因为只要出问题，就绝对是大问题，绝对不是你挖个两口井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就像所有人现在都在等着看笑话。我们小花部长说不会缺电，那我们就对大家拭目以待。因为现在3月而已啊，对不对？4月、5月、6月开始夏天来的时候，大家拼命用电的时候，你看大家会不会缺电？哦，我们到时候大家拭目以待。哦，啊，没关系嘛，反正你们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飞核家园嘛，对不对？哦，用爱发电。哦，那到时候我们就来看。啊、到时候是怎样，因为起码他这一波是涨了快50%之后拉回啦、哦、我是觉得说应该还是很有机会，那如果说配合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水源的调度啊，这个我不清楚啦，因为他们这些人哦，应该就是说干话应该是蛮厉害的，那真的要做点事的话就说啊，我就这样啊，不是怎样啊，你这样哦，都跟他自由，你都中共同路人啦、啊哦、你说欸那个什么对岸的那个协作者啊，哦，拢搞抹红抹黑啊，我是较无法度接受啦，哦，我是比较没办法接受。那其实股价如果拉回的话，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思考逻辑下去看，哦，如果公司没有很差，那接下来他有那个题材的话，我只能跟你讲，只要一发酵，里面的大户不会让你买，不会让你有机会上车的。不然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只要开始发动，人家不会让你有机会上车的，好，你要仔细看哦，注意听我在讲什么，好不好？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现场，谢谢。金兔要动迎新春，188如意开运专案，让您红兔大展，福到财也到。财神专线02-851-3366，851-3366。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若未画设人行道，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赶时间，没车超过。步近100公尺范围内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不得随意穿越道路。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停止限制路缘范围或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遵守行人路权，路口大家安全。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欢迎您再回到现场，投资观众朋友。那刚刚上半场有跟你提到，就是说下个礼拜联准会的会议到底是升息继续升息，还是说搞不好降息？好，这个是取决于这些官员的智慧啦。好，那我是觉得他们是进退两难，就跟现在的大盘一样，指数大盘一样，就是现在有点进退两难。包含明天台积电跟大力光又要除息了，啊，到底你怎么看？我是觉得说你就看看就好了，好。看看就好，因为毕竟那个除息要缴税的。好，那另外就是说越南央行突然闪电升降息四码，这个一定是越南那边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啊。好，那你这个问题大不大，这个我不了解，好，因为我也不是越南人，我只能跟你讲不会没有事啦，好，肯定是有事才会突然央行会突然宣布降息。好，那这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就是说昨天公布的美国的上个月的 CPI 是 6%， 你现在齁联准会不会照既定的计划继续往上升息，这也是一个问题，好，是一个问题啊。那当然大家都在猜嘛，那猜没有用啦，其实就是说美国他们现在的金融股的跌势昨天有稍微做止稳，但是有没有继续，比如说昨天止稳，那今天会不会继续又扩大下去，哦，这个你就要特别注意嘛，因为不可能说美国的银行股一直跌，然后台湾的银行股都没事。我就昨天就跟你讲哦，这家公司叫国票金，国票金不错啊，获利都不错。其实你突然看，哎，昨天跟长黑金为什么是长黑？这股票已经很便宜了，11块了呢，它不是赔钱的公司嘛，对不对？就像我会跟你讲说啊，高盛好不好？高盛很好啊。5天跌40%嘛，美国银行好不好？够大了吧？跌16%嘛，嘉信理财跌32%嘛，就是说人家股价在修正的过程中，一定是有原因的嘛，不是单一时只有什么矽谷银行，或者是说什么一些小的银行，我觉得不见得只有这些银行有问题而已啊。那我们台湾我们自己要想清楚，到底会不会也有问题啊？你像今天润泰集团的润泰新直接开盘就跌停板，他是讲说他现金减资1块啊。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大家觉得是不是南山人寿又出事了？现在大家在怕这个啦，不是在怕说哦啊单一啊营业量的股票啊跌啊怎么样？不是只有一只而已啊，另外一家润泰新润泰全。2915，你看也是几乎跌停啊。那去年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因为南山人寿没有上市，可是你要看南山人寿到底有没有出事的话，你就看润泰全润泰新嘛，就是他们家的嘛，对不对？那现在有没有出事我不知道啦，我只是跟你讲没有事你都说没有事啊，啊如果真的有事的话，我们有办法处理吗？ 你懂我意思哦？就是你看他说啊，老师那个我知道你的苦衷啊，你之前都告诉我们说汇损啊
金融股会有一些汇损嘛，资产减损的问题。我跟你讲，中长线的买盘通通都在松动，而且都很恐怖。我去年5月17号我就跟你讲，水很深，尤其是你要先避开金融股。你看金融股的资产减损，一个月可以亏多少？然后净值可以一季70变39，哇！你们怎么做账的啊？这个如果我是金管单位的话，我早就全面精简了。到底这些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种东西只要一出事，最后都是政府要出去救。你看那寿险公司收了那么多保护的钱，对不对？对了，他手上也有很多不动产。那万一像加州矽谷银行这样子，突然间他只是一个周转不灵，然后债券卖不太掉，然后这样就宣布倒闭了。一家获利很好的公司就这样倒闭了，就被接管了，对不对？而且美国政府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只救存款户，我们不救投资人啊。就是你是他的股东，你的股票变币值，那个是你的事情啊，不管的。这拜登总统讲的、啊，对不对？包含那个说要炸掉台积电，那个好像人家也是引述拜登总统讲的、啊，也不是他，也不是一个前国务卿随口乱讲，不是哎、欸，那个人家会这样讲，一定是有原因的。不要开玩笑好不好？当然了，我们台积电搬去美国，可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就去联想嘛，对不对？那我们做小老百姓，我们能讲什么？这个政府不准我们质疑他任何东西耶，他做的所有的作为，通通都不准老百姓质疑他，这个才是最恐怖的地方、啊。我们大家都有受过教育耶，哎，你看不懂英文的报道，我们也看得懂啊。你不能跟我讲，你就你们那几个官员看得懂，我们也看得懂啊。人家的原文原话就是这样讲的啊，不遮不掩嘛，对不对？那事实的状况是什么？美国人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吗？不一定哦，有时候好朋友是要考验的，哦，是要经过时间以及特殊事件来考验的啊。国巨啊，国巨今天公布了，他去年赚了44块，配10块。我是不知道你怎么看呢、啊，因为像这种股票的话，我是个人建议的，个人建议。其实国巨已经破线了。对了，好像表面上他很赚钱了，事实上配10块钱啊，500块的价格，你觉得便不便宜啊？就这样就好了。他有没有比台积电好？哦，没有。啊，凭什么他配的比台积电还少啊？你告诉我啊，你懂什么？台积电也500多块，那国巨昨天也是500多块，那凭什么台积电每一季配下来，总共4季加起来11块，他只有配10块？你告诉我啊，我、哦、没办法说服我。那你要买国巨，那我就建议，那你不如买台积电，还配的更多，因为一个配11块，一个配10块，不是这样讲的吗？对不对？所以有观众朋友在问说啊，老师啊，那买国巨可不可以？啊，其实他是问到最后，他是要买华新科。我说，可不可以都不要？因为那个账算不平嘛，对不对？你看那个长荣配70块的都不会涨了，凭什么你配10块的你要涨？我这样讲，看有没有打翻一船人？那我讲的就是事实嘛，你这样做划算吗？那你要去投资这种股票划不划算？你要先算一下划不划得来啊，对不对？划不划得来啊？这你就自己要去算，好像怎么样才是比较好，对不对？就像矽力今天大涨，我是说啊，他好像是下礼拜就要除息了，配4.5块而已，500多块啊，这大家还是抢着买啊，对不对？大家还是抢着买啊。配4块的是更少，比国巨更少，是国巨的一半不到，人家还不是会涨。所以有时候股票在涨哦，也不是我们个人说了算。你像有些我们看好的股票，不见得会大涨，
对不对？像国统，对不对？这几天跌的比较深，你在跌下面挖够贵，对不对？那大概跌一跌，跟大概观众朋友你的股票 卖出来，大概就差不多了，好，大概就差不多了。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要去算一下划不划得来啊，好，划不划得来？你像高端，这股票今天也大涨啊，很棒啊，好棒，今天大涨，对不对？啊，就是台股零蛋王嘛，我就给他取一个外号，就是零蛋王嘛，对不对？那我们隔回概念股嘛，对不对？一月零，二月又零，啊，零的公司都可以涨了，你觉得嘞？你觉得还有什么不能涨？好，所以你要去看哦，有时候股票涨跌是靠一些东西啦，靠一些筹码，然后什么的。那接下来这档股票昨天公布获利啊，非常的好。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哦，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做介绍。昨天公布营收获利非常的好，在手订单有14个月，我相信应该其他电子厂商没有这种问题啊，人家在手的订单有14个月，他想一想这个价格是不是赶快介入的机会，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